我这个人呢，比较喜欢观察。哦，您喜欢观察。哦，那通过您的观察，您都发现什么呀？通过我的观察，我发现呢，干什么都得讲规矩。对，你就拿挠痒痒来说吧，这里边就有个规矩。这挠痒痒还有什么规矩啊？以肩为旗，上面痒痒往下挠，下面痒痒往上挠。哦，比如夏天坐在院子里乘凉，嚯，蚊子可真不少。你看是不是往下挠啊？还真是这样。那咱们要是打破一下这规矩呢？怎么打破呀？上面痒痒往上挠，下面痒痒往下挠呢？那不好看呢。一样啊。一样。我给您来来。嗯。嚯，蚊子可真不少。嚯，好吗猴？另外呢，还有一项，走在街上碰见熟人了，要说几句话，腿一停站住了，胳膊自然就不动了。哦，腿一停站住了，胳膊就不动了，是这样吗？你不信，咱俩就表演一回。怎么表演啊？比方说，这是一条马路，你从那边来，我从这边来，咱俩面对面说几句话，看你胳膊动不动。好。没见了，可不是嘛！上哪儿去了？没玩去了。好玩吗？好玩。你看这个，还真不动。这就是规矩，这就是规矩。那咱们要是打破一下这规矩呢？怎么打破呀？比方说，这还是一条马路，您从那边来，我从这边来，咱俩碰上面了，说上话了，腿停了。站住了，胳膊还动呢，那看着多闹得慌啊，多活泼呀，活泼，咱俩再来吧。嗯，老梅见了，可不是嘛，上哪儿去了？玩去了。去哪儿了？没喊呀。好玩吗？好玩，有话赶紧说吧。怎么了？我胳膊都酸了，我也受不了。